我们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萨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莲花童子、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新早，感恩。爱しているシャラネオラミコケケノモチョすごい一番気持ちいいジュミヤピブリンブリンこんばんは。那今天我们是修这个莲花童子法，那么我记得这个瑶池金母诞辰的那个晚上，我们在这里同修，那么有一位这个莲花小婚吧，记得吗？记得。那他有到这个这边来，然后他那个有做这个空心天上空心母的舞蹈，另外还有唱空心母的歌。后来呢，他有写一个东西给我，然后其实那天晚上他已经是入了定，我叫他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已经入了定。我们在这里庆祝瑶池金母的诞辰，其实他入了定的时候啊，已经在天上参加这个瑶池金母的这个仙宴宴会了。有一件事情他说很奇怪，他到了那里啊，他发觉原来在瑶池金母仙宴的那里有一个卢师尊，那卢师尊不是在这个西雅图雷藏寺的法座上吗？那边有一个卢师尊，那为什么这个法座上还有一个卢师尊呢？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另外呢，他也看到了阿弥陀佛也在那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还看了很多，在这个仙宴当中啊，其实并不像我们这样子吃饭，大家围着桌子这样在吃的。瑶池金母在中间，那放光无数。但所有的这个仙家的酒啊，仙家酒啊，所有仙家的这个果，所有仙家的这个酱啊，仙家的茶，仙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珍奇的食物，是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空中飞来飞去的。你想要什么，他就到你面前来，你自然就是。你想要什么，这个飞过来的食物就到你面前，不必用手的，不必用手去拿啊，也没有用筷子，它自然它就飞到你的嘴。你嘴也不用打开，你呼吸一下就没有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另外呢，这个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有空行母在舞蹈，很多的天女在舞蹈，有空行母舞蹈啊，有自然的，那么像那个《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就是属于那个和雅音、和雅天音，天上的音乐，人间是听不到的。这个听啊，只要耳朵听啊，你神气。真的是精神，这个气爽，听到那种音乐啊，每一个天上的人身体都发光发亮。这是莲花小昏到了天上的时候，他看到了很多的景象，他看到了原来天上还有一个卢师尊在。那怎么会这样呢？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在佛教里面来讲起来，毗卢遮那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他是法身佛，卢舍那佛是报身佛，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佛，三个是一样的，法身、报身、应身。那今天呢，这个卢师尊坐在这里，那是应身。在那个
瑶池仙宴那个卢师尊呢，他是报身，还有法身呢，还有法身呢。他说：“我虽然坐在那这里，啊，事实上，你整个地球上不只是地球啦，阿姆斯壮不是到了月球吗？在月球漫步吗？月球上有卢师尊，太阳里面也有卢师尊呐。”那讲这个好像月球太阳这个距离太远了，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在世界各国，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同门也很多，在别的国家里面去，现在我坐在这个法座上说法，也有人在他的国家里面也看到卢师尊。这个如果是说做梦啊，我梦到卢师尊那不算什么，做梦我也会做，对不对？我也看到很多啊，看到过去的，看到现在的，看到未来的，都看过啊。就是做梦的，你说做梦到了太阳，到了月球，那不算什么，那个是真实见，也就是你张着眼睛看，你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的。你如果有了天眼，那跟看的更多了，你肉眼都可以看到卢师尊的。我们这个初步的 school 的同门就已经有很多的了，我数起来就数不完了，数都数不完了，何况是做梦呢？啊，不只是说晚上才看得到，白天也看得到啊，24小时都在啊。大家说对不对？对。其实随便举，现在瑶池金母都在啊，我想瑶池金母都在，你相信不相信？而且瑶池金母也是天天都在的，天天都让你看到的，不是让你看不到的。有人要不要出来作证一下？瑶池金母天天都跟你在一起，瑶池金母天天都跟你在一起，空行母也天天都跟你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天女也跟你在一起，有谁出来证明？勇敢一点，不要老是我点名，那就不好意思了。有人吗？有没有人出来？
四草山的身上还有五个天天都跟他在一起的。啊，没有人啊，还是这个人坐得很远。要勇敢一点，你要给师尊作证，你就勇敢一点，你就走出来，走到这里。要路过，不敢进来吗？不要浪费时间哦。点名哦，看看他是谁。好，你自己讲。我要讲什么？啊，你既然敢出来了，你就，不然这样子好了。他们很多人都会讲空心母的话，你把口罩拿起来，你讲几句空心母的话给我听。阿玛那基斯麦那嘎啦，克拉斯嘎，希美达，阿嘎阿嘎，阿玛那嘎斯嘎达，基德，卡玛斯嘎，基阿玛那斯嘎。好，讲得不错。谁在你的身边？师尊跟金母，还有一起抽嘎佛母，还有其他的。一起抽嘎跟你在一起，师尊跟你在一起，牙齿金母跟你在一起，是吗？对，确实，真的啦，真的啦。OK， 好，你站起来。再跟大家招呼一下，用你的空心母的话跟大家招呼。阿玛那斯格达嘎，很呐，阿塞梅那嘎斯的，阿卡那斯格达干嘛？可能干。谢谢尊。好。还有，敢不敢出来？要会讲空心母的话，也有很多的24小时，你都能够看得见的人。还有是确实有啊，跟大家讲，勇敢一点，怎么没有人呢？
真的，我不是这个辅仁大学毕业的，辅仁大学毕业是用辅的。是真的，那联系上师，他常常会讲那个空心母的话，那根本太正常了。对啊。Hello， 阿弥陀佛，师尊好，大家好。师尊24小时在我身上，我是和师尊在一起，瑶池金母也是，我是金丽丽，还有也是有师尊也是苦缺迷惘，也会在我这里。好吧，那你也讲几句空心母的话给我们听吗？哎，师尊梦嗨。Kali meni talaku, antila kalaki, kali mana tasi kala mana tutu, enkali mana tata, enkali ti kala mana ti katuru. Hi, tukar meti ta. This is 两个而已啊，还有啊。你看，大家都抖着了，不讲，好吧，我跟大家讲，讲什么？讲笑话。先唱个歌吧。我像只鱼儿。在你荷塘，只为和你守护那皎白夜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一样香，等你玩在水中央。我像只鱼儿在你荷塘，只为和你守护那皎白夜光。游过了四季，荷花一样香，等你玩在水中央。法官审问一个小偷讲：“你偷人家的钻石项链，你都不会觉得不安吗？”小偷讲说：“会啊，因为我很怕那是假的。”小话啊，女朋友第一次做饭。这个男的暗下决心，无论是什么味道，我都要吃得一干二净。当我伸筷子伸向螃蟹的时候，螃蟹居然用它的脚夹住我的筷子。这个好笑，连螃蟹都煮不熟。有一个朋友啊，我们密教不是要修宝瓶器吗？那宝瓶器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吸下去，提起气，两个夹起来，然后把气注进，就持住这个气。让它持得越久越好。这个朋友啊，这个憋气可以憋30分钟。
所以我就问他呢，你是怎么样练出憋气这么长的时间？朋友回答，这要归功于我的老婆。啊，你老婆是保平气的教练呐？朋友讲，不是啦，我跟我老婆吵架的时候，她最喜欢掐我的脖子。我们保平气能够这个助持气，持多久？啊，你们修保平气的能够持多久？持气持多久？啊，在几分钟？三。啊？半分钟，三分钟，啊，三分钟，那是一般，啊，可以讲三分钟实在是已经很不错的了，三分钟就已经很不错，刚刚那个三十分钟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不过坦白讲，是有。是有的，是有人可以三十分钟，是有。天底下的事情啊，无奇不有。像我们初步的 school 刚刚讲的，他每天要是金母、师尊，还有很空行母。还有护法都跟他在一起的，他不但可以看得到，他都可以看得到的，甚至他可以跟空行母沟通。他们不同的地方啊，莲喜上师是巴拿马跟美国，刚刚那位同门是从台湾来的，他们不同的国家哎，你跟他谈过话吗？他还没有，刚刚有，他讲，没有，平时没有。然后没有接触过的，没有接触过，他们讲的话都是空行母的话，这个才奇怪嘞。啊，对不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巴拿马跟美国，甚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不同的国家从来没有见过面，讲的空心母的话都是一样的，彼此之间都听得懂的，这不是很奇怪吗？就底下的事情啊，真的，可以跳空行母的舞，你看过吗？那天他在这边跳的舞，人家哪里能够看得到啊？没有，只是我们看到而已。这个老婆对她的老公讲：“老公啊，我动过大手术，可能不会有孩子，你不会嫌弃我吧？”这个老公听了，一把抱住老婆，温暖地想：“没关系，大不了我们领养一个。”手术以后有什么后遗症吗？这老婆很害臊的讲，后遗症倒是没有，只是啊，这个
坐着尿尿还是不太习惯。这个老公转头看到这个床旁边的柜台上面有一个男的照片，那照片是谁啊？这位老婆讲，哦，那个照片就是以前手术以前的我，留着胡子的。这世界上不是很奇怪吗？男的可以变成女的，女的也可以变成男的。我是台湾出生的，I born in Taiwan. In Taiwan, the dirty year ago. 38年，我在台湾38年。我就没有听过男的会变女的，女的会变男的。到了美国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有男的可以变女的，女的也可以变男的。啊，这时候恍然大悟，这世界上真的无奇不有哎。那个连氏连祖。你在台湾的时候有听过男的可以变女的，女的可以变男的吗？没有，没有，到美国才有的。好啦，我们讲这个《维摩诘经》。菩提心是道场，无错。这个怎么念？谬，谬，无错谬故。如果我以前念，我一定念教。错谬。无错谬故，这维摩诘讲的，你已经有了这个悟境啊，悟，你已经悟，悟什么？悟了世间法，悟了出世间法。世间法，道场，我们讲道场，像我们雷藏寺就是道场，出去外面就不是道场。现在维摩诘讲道场是讲心，属于出世法。你有了菩提心，那个就是道场。为什么？因为有菩提心，表示你自己有领悟，领悟了世间法，出世间法。你随顺世间法，但你本身呢，也不住在世间法，
就是你还是有出世间的法，了解了世间法、出世间法，你通通都了解，有所领悟，就不会有错。你在娑婆世界属于世间，你随顺世间，但是你在娑婆世界是在做布施的工作，布施的事业，你增长你自己本身的善念，不会有所谓错误的地方，这个就是菩提心啊，这个就是菩提心。那么菩提心他了解这个，有了悟，有了觉悟，世间出世间随顺世间，其实心是在出世间。有人是我得到了知道什么是出世间，但是你不随顺，那就是错误。例如我在我们这一次的法会是天下第一富豪，圣观音天下第一富豪法，这是世间法。你跟圣观音相应，修法跟圣观音相应，你出了世间，你也是天上的第一富豪。我告诉你啊，有人就认为说卢师尊传的这个法我不去，因为那是世间的天下第一富豪，都是为了钱来的，这些人都为了钱来的。不是啊，传这个法固然是属于世间法，但是呢，用这个钱天下第一富豪的这个法引你修圣观音本尊相应法，你相应了，你就到佛国净土，甚至于你成为圣观音。所以他只知道圣观音这个能够天上的第一富豪，这是属于出世的，但是不随顺这个他本身就有错。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要有这个悟境，你随顺众生，你在娑婆世界你是在布施众生，你随顺众生学习这个法，你得到天下第一富豪，你也可以得到天上第一富豪，入世出世完全圆满。因为入世就是出世之因，这样大家要了解什么叫做菩提心，非常的重要，这样知道吗？所以有人讲说，哎，那是钱呢。我像我修行这么高的，对不对？
你修行这么高，这一个高字一出来，你就完蛋了。没有什么高下，入世法就是出世法的因。维摩诘这一点很重要，维摩诘他随顺众生，维摩诘经里面讲的是随顺娑婆，随顺众生。你如果不随顺娑婆，不随顺众生，你知道的只是一半。所以天上有如是尊，娑婆世界有如是尊，是一样的。再来讲，布施是道场，不忘报故。布施，维摩诘他做布施的工作，在娑婆世界做布施的工作，他哪里都可以去啊，他妓院也可以去，赌场他可以去，官场他也可以去，商场他也可以去，甚至于学校啊，当老师他也可以去，小孩子教小孩子他也可以去。他为什么可以去？他是去布施啊，他就是布施啊，布施是道场啊。他的布施啊，是属于无相布施，不是有相布施。我做善事，希望啊，人家回报给你。他做的善事，布施做的善事，去说法，便不希望你回报给他。这是无相布施啊，要不忘回报的布施，就是道场。你说啊，今天布施了多少钱？我希望在报纸上、在电视上把我看出来，这是你希望你得到，你布施，你希望有人报道，那么你自己名望会高一点，这就是希望回报啊。那这种心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做布施，有时候。像圣经里面耶稣讲的，我常常讲 这句话，右手做的善事不要让左手知道。连耶稣基督咕噜他都知道，不忘回报了，没有回报的右手做的善事不要让左手知道，他是不求回报的。也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所以布施是道场，不忘回报，没有回报的，没有那个，我只是做布施，其他我什么都没有，不需要有什么。所以布施也是道场，持戒是道场，因为德愿具故。维摩诘也讲这个持戒，我们佛教徒和菩萨戒都有持戒，你持戒守了菩萨戒，你为众生做布施，你发了那个愿望，发出菩萨的愿望，
那就是成佛之因。你这个愿望会实现，你持戒就是让你的誓愿能够具足，所以持戒也是道场，持戒也是道场。那这一点也是很重要，持戒也是道场。忍辱是道场，以众生心无碍故。为什么能够忍辱呢？忍辱最高的境界呢，就是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为什么能够忍辱呢？啊，有些人是忍不住的，啊，有时候啊，别人怎么骂师尊，我都不闻不问，我都能够忍辱。有时候啊，自己周边的人骂我，旁边的人，啊，周边的人骂我，你就忍不住了。你听不懂什么意思、啊、你会忍不住，为什么你会忍不住呢？我告诉你，因为所有的诽谤，所有的根本全部都是梦幻。你证得了无生，什么都不生，哪里会有诽谤呢？诽谤也根本也都是假的，不是真实的，就是被诽谤也无所谓。为什么？因为那个也是一时，只是那一段时间而已，过了就没有了，一下子就过去了。诽谤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或者诽谤，哇，这一生还得了？这一生也是假的，这整个一生都是假的，那个叫做无生法忍，根本不用忍。忍辱最高的境界就是没有忍辱。啊，有很多人呢、啊，听了师尊说法，有时候会跑来跟我讲。不是这样的，要怎么样才是真的？那个人家是讲我的，是假的。啊，我实在是忍了好几年才来跟师尊讲。啊，你在心中里面已经忍了好几年了，哇，这是太辛苦了，对不对？一定很心里已经差不多快脆了。那你的心差不多快脆掉了，不用，都是梦幻而已。这个叫无生法忍，你到了得证得了无生法忍，就永远不会退，不退转，永远不会退转。为什么？人生根本就是梦嘛，梦哪里有真实的，根本不是真实的。这个叫无生法忍，忍辱是道场，以众生心无挂碍。你心里还牵挂什么？没什么好牵挂的。我看大家问事情，大部分都是有牵挂的，有牵挂了才来问事情，没有牵挂了他不会问事情。你牵挂了哪里？我问我的父亲，问我的母亲，问我的妻子，问我的老公，问我的小孩，问我的这个啊，问谁的身体，谁的身体，谁的身体，问自己的事业，问别人的事业，问怎么样，都是问，都是问，
就是心有千千结。你真正修行到无生华人，就是心完全没有牵挂。所以有时候也会担心自己的这个儿子啊、女儿啦、孙子啊、孙女啊，都会担心他们啊，他们啊生病啊怎么样子啊，都会担心的，难免，这是亲情嘛，亲情啊难免啊，这难免。但是修行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根本毫无关系的，不是讲了吗？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他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就算你知道了，你担心也没用，真的。所以忍辱是道场啊，一诸众生心无挂碍，心中连一点挂碍都没有啊，那是最高的境界。所以维摩诘讲的是很厉害的啊。精进是道场，不懈退故，每样事情都是精进的。所以六波罗蜜，每一个波罗蜜都有精进，都有精进两个字，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你从来没有懈怠过。我实在告诉大家，一年365天，卢师尊是无休。每天千艘法船的超度无休，每天写文章无休，人家还有周休二日，对，一个礼拜休息，一个礼拜六，一个礼拜天，我哪有礼拜六礼拜天啊？这么近，谁会飞的妈呀？啊，这 Bellevue Square 这么近的商场，这个卖场啊 ，Bellevue Square， 我已经很久很久 ，long long ago， 没有去过。真的，除了加油站了、啊，加油站我有去，加油站，我回美国就是加油站有去过，那个到这个回台湾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地方去过，就是散步，晚上出来到那个台中歌剧院，啊，晚上这个走一走。精行就是那个地方而已。真的，我所以你告诉我那个你 Raymond 啊， Raymond 我当然我知道 Raymond 啊， Raymond 比较熟一点， Raymond 因为我们这里也熟 Raymond 嘛，你除了你叫我现在到那个到 airport， 到机场，我告诉你，我不敢开车去，因为我绝对走错路。我连 airport 我都没去过，除了出国以外，你旁边的一个 city， 不要说旁边的一个 city 啊 ，Bellevue 那个社区，我通通都不熟。
我家里附近我熟，但是家里再远一点点我通通都不熟，因为没有去过。这附近呢，附近以前年轻的时候有跑一下子，现在你叫我一个人到西雅图当趟，糟糕了。为什么呢？我可能连那个高速公路怎么样子，路在哪里，我都不清楚了。已经很久没有去西雅图了。西雅图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很多年了、哦，很多年没有去了，不是一年了、哦。那加拿大以前那个海洋节我还有去过，现在你叫我去加拿大。我也不知道路了，如何去我也搞不清楚了，已经通通都忘了。所以我这个人生活简单，而且也不会看手机啊，也不会看那个车上的那个路线图，我也不会导航，导航我也不会，我的人很简单。为什么精进在佛法上面呢、啊、精进在佛法上面从来不懈怠，其他的我都通都不会了。你看那边他也给你呼叫一声对。现在在外面还付现金吗？你们去商场买东西付现金吗？有。还有刷卡也有吗？我真的搞不清楚现在是付现金还是刷卡还是怎么用。听说现在进步到用那个手机弄一下就可以了。哇，糟糕了，我真的是走现代生活的现代生活的支障者就是卢世尊。所以我是很精进的。禅定是道场，心调柔骨。禅定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的集中经常在三昧之中，在三昧之中，然后它得到光明，三昧光明。心当然是柔软，是柔软的，这个心调柔固，这个完全是柔软的。智慧是道场，能见诸法故，因为你懂得了如来的智慧，这不是一般的智慧，如来的智慧是道场，因为你看见了所有的法性，所有的法，入世法、出世法，啊，一切种智，这个根本智、根本智、分别智、一切种智，你完全了解，这个就是智慧，看到了所有的法性、佛性，这是六波罗蜜。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